对人的智能啊、体能啊都是有帮助的。社会の中にですね、まあ大きく認知をされたと。在未来的五到八年，在我们国家游戏游戏行业应该是在世界上排第一的。科技是一家致力于商用游戏全产业链超过20年的服务商和运营商，用科技享受生活，用游戏创造欢乐，是华丽一直追求的梦想。华丽跟一线国际品牌的合作超过20年，我们通过跟一些国际大厂的交往里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というのは人がこう感じることなので、成功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なゲームアイデアを思いつくたびに、やっぱりこうチャレンジをし続けてきた。クリエイティビティと製品を作っていくまでのプロセス管理、それから実際にそれを製品化していく技術で、ますます中国におけるカリスさんに対しても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強固なものにしながら、お互い世界市場発展のために有益な形で進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建立的时候在2008年，我们对中国市场相对来讲比较熟悉，对我们的开发成本的把控度我们是有信心的。赛车不是一个机器，是一个角色，究竟用什么乐器去吸引旅游？根据人体工学设计座位，我们反复试验蓝色并且科技真实模拟碰撞。我想快乐应该来自于一种真实感。我们在开发我们自己的赛车游戏的时候，大部分用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中国的场景。我们在做外销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游戏把这个中国文化传递出去。Professor, we have a problem.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IGS 公司花了最多钱开发的一个产品，很多的特效效果都是在好莱坞做的。Not getting through. 跟华丽的合作超过20年了，我们一起来开发，不只是有华人市场，跟欧美的市场我们都一起去做。信頼、あとは、まあ、安全安心、やっぱこの辺に注力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ワラップ社というのは我々としては取引をやっぱり重視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選ば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这个方面呢，设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全球配置设备资源的时候，我觉得华丽这一方面是独到的。我们累计销售了数十万台终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将信息带给国际合作伙伴，而国际合作伙伴将创意带给我们。地面、东南亚、北美、南美、欧洲等，你都可以体验到华丽的产品。我们带给消费者快乐，华丽的品牌就会越走越远。
每年都会举办华丽杯电子竞技大赛和3000场大小不同的推广赛，参赛人数超过800万人，每一场都是欢乐的海洋。第一次在湖南是第二名，2008年就在广州第一，整整10年。プレイヤーさんとはまず自分の考えたものに共感してくれた仲間である、まあそれが大事で、そしてさらに大事なのはプレイヤーさんと開発者っていうのは常に真剣勝負であって、因为玩跳舞机认识了好多好朋友，不管年纪有多大了或者怎么样，还是会喜欢。其实呢，有些人呢，在游戏的过程里面找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而有些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找到了爱情，甚至有些人呢，祖宗三代同时在享乐这个游戏。现在华丽生产的还是游戏吗？我们在制造快乐，在生产快乐。